华裔大佬王中磊有过亲密接触的女星，有谁注意到杨颖的手了？华裔兄弟这一阶段可都没消停过，原本作为行业的巨头，到如今已经变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王中磊大佬的私人往事也都被网友翻出来，比如和诸多女星亲密接触这件事。要说王中磊身边的女人，怎么能少得了这次事件的女主角范冰冰？范冰冰和王中磊的关系在娱乐圈应该已经不算什么秘密，就像大哥带小妹一样，范爷没少记这个大哥的光，光是媒体拍到的都不在少数，范爷也毫不顾忌，这可能就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吧。说到范冰冰，当然少不了双冰中的李冰冰，作为曾经的华裔姐，和王中磊的关系当然错不了，也得算得上王中磊的另一个亲妹妹。李冰冰能在国际上有如此的影响力，相信作为哥哥的王中磊同样出了不少力吧。另外还有娱乐圈的大咖周迅和王中磊的关系也不一般，看看这张王中磊亲自给周迅戴项链，就知道二人的关系有多亲密了。还有杨颖，杨颖作为娱乐圈的后起之秀，在短短几年内能有如此成绩，除了老公黄晓明的帮衬下，相信王中磊老大哥也出了不少力，二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好。在一次发布会上，王中磊更是直接把 baby 公主抱了起来，杨颖怕走光，也是连忙用手挡起衣领。看到这张照片后，很多人都说有点尴尬。这样看来，两人关系到底好不好，还是值得深思的。但是王中磊作为圈中大佬，和他有过亲密接触的女星可不止如此，这些不过是我们看到的一小部分而已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王中磊这位圈中大佬呢？